居民的机器人对话。这是一个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很重要的任务。好，那如果你还没加入 Slack 的话，你可以到 join.gdb.tw 去加入。加入后你会进入 Slack， 也比较舒适。好，那进来后呢？等左边跑一下。那希望大家今天，如果你今天就算不知道录什么坑也没关系，你先把你的技能留下来，可能 N 个月后就会有相遇的机会。好，那你就找到一个机器人，他叫 G0VER， 然后跟他。那就 at 他，然后就发现可以跟他对话。那你可以打 help help， 他就会告诉你他有什么指令，但是很复杂，没关系，你只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，add 空格你的技能。糟糕，走吧，中午可以吧？注意，对，好，谢谢。比方说，算了，好，比方说推坑，复取就增加复取这样的技能，然后你就呼。and I， 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刚才登录了什么技能，好，比如说抽一个是 push， 然后比如说你要找人 SERCHDESIGN， 好，你就可以找到会设计师的人 ，OK， 好，看样子大家应该现在在用，所以有点那个，好，那你就看到有两个人他会设计，那大家在找坑或者你今天来就是找不到坑没关系，把技能先登记好，可能 N 个月后有人在找某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会找到你，然后他就会联络你。那你也可以把你的，比如说你的联络方式啊，或者一些 email， 比较各自的东西留在上面，人家可能更容易找到你。谢谢大家。